本节目由修护屏障滋润保湿的999修护身体乳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行业赞助播出。五谷营养好周到，欢迎大家又来到了我们美丽的祖国的延吉。哥哥们好。这太厉害了，这也挺吓人的，这能荡特高。哎呦哇！来喽！你一会儿看广坤一下，脑子得冒气。天王，你得甩他呀，你得甩他呀！哎，小心小心！不要比了，太悬殊了，这差距太大了。一个，两个。三个，这游戏玩的太水了。你这游戏都赶上水库了，还说我们玩的水。25，不是你把我算上啥呀？你怎么不算？你不是人呢？这些树林啊，你现在就可以淘汰了，都不用玩了。往后不见啊！感谢各位老师这一段时间的支持。欢迎大家又来到了我们美丽的祖国的延吉。啊，不光我的裤子长，都长啊！人就是长裤，人就这样的。你可别瞎说，我们腿短呗。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探俱乐部啊！这一集我们的主题非常简单，就是感受春天，春天来了。我们东北能找春天吗？多冷啊！那你们印象中的春天什么样子的？东北的，直接从冬天到夏天。春天是个动物。不是，往下说，是动物都起床的好季节。导演，你知道什么叫翻江吗？是跟真的水有关系的吗？对，就地下的翻江。地面你看挺硬，完了大家围着踩，踩着踩着全是硬的，地底下变沼泽地了。因为之前是冰嘛，是吧？下边化了吗？哎，对，啊，一踩完呼上呼上。对对对，呼那呼那。我还就那一块呢，别的地方还不对。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叫金达莱广场，就是你们后面看到这个雕塑叫金达莱之光。在延吉有一朵花叫金达莱，金达莱这朵花。号称是延吉传说中春天开放的第一朵花哦，然后呢也是我们延吉的市花，同时也是延边州的州花。金达莱是由五种颜色组成的，分别是红色、黄色、蓝色、绿色和紫色，是从朝鲜族的传统服饰中的五种颜色提取出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游戏规则都跟这朵花有关。花怎么可能有绿色呢？你这在这闹，你给我找朵绿花我看看。军中是一朵绿花。你不能那么说，你那歌，我说你上那草里面给我找朵绿花我看看。你还别说，有绿花，你别那个，你别说兰花里头就有绿花，你看看。不是，绿花最简单，韭菜花就绿的吗？不不，韭菜花是白的，别瞎。韭菜花不，韭菜花酱磨完不是绿的。韭菜花酱磨完不是绿的，他刚你，他刚你。等会儿你们反正看得到，那个路上会有延吉这个城市的标志，就是这五个颜色色的那个金达莱花啊。OK， 大家接下来来领你们的任务卡啊，任务卡。嘉宾需要头戴眼罩，完成原地转三圈的动作之后，在15秒的时间内向四周散开，15秒后。距离出发点最远的嘉宾获胜，获胜者将在本期节目中获得一个额外的特权。那就跑着走，那万撞上呢？你看这要的就这效果，他恨不得让你卡了才好。你这没长心呢，早上8点起来玩游戏，你这么闹的吗？来，那个 Follow PD 来戴下眼罩给他们。我来吧，你这活都得我干，来。啥也看不见。
人那小耳朵挡眼挡眼睛了。这确定可以吗？我挡眼睛上了。三哥来，戴好戴好。我们也别十五秒了，十秒钟吧，十秒钟啊，怕大家跑太远了。我们原地来转三圈。一，哎呀，真迷我。二，哎，我三圈了。三，好，来出发，来十、九、八。谁老搁后面怼我？咱俩一块走得了。你这俩看不着的，你领我跟他走啥呀？六、五、四、三、二、一，来停。来，我们目测一下，觉得王小丽老师是最远的。好，恭喜得到特权。好，接下来我们左边的三位自动成为一队，右边的三位自动成为一队。刚才力哥傲了，对，我都跳绳了，傲了。感觉两边星星的差距很大嘛？啊，怎么差哪大了？不是你啊，最少的两位都在你这边啊。不是导演，你唠这句话，咱就能挑你理怎么差了？怎么的？你把我们俩扔出去就得了。哎凯斌，哎，还刚你俩呢？你刚我们俩呢？你是。除了我们六位哥哥以外，今天我们还有两位跟你们一起来收集我们的金大来花。金大来花，欢迎两位飞行嘉宾啊！好，欢迎。谁呢？人呢？在哪呢？哪呢啊？我的呢？欢迎欢迎！哥哥们好！我的呢？欢迎欢迎！跑起来，快点跑起来！哎。所有都得跑步入场吗？我们一组的，我们一组的。各位好，各位好。我们一组，我们一组，我们一组的，我们一组的。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哥，好久不见。你好，你好，你好，啊，就握手了。哎，我们俩都在这组是吧？对对对。真的吗？你们都年轻人。那我们也得对跟对手握个手就行了。哦，跟对手握个手，跟对手握个手。有一滴，有一滴。哎，现在规定他们是那组的了吗？人家两个人还没分，还没选对呢。没规定，是远了被我们拦截了吗？直接在这儿。人没选对，没选对，他选错了吗？没有，现在可以分队选队啊。你选吧。一队呢是这边这三位啊，一队是这边这三位。我不是很了解六位。一彤，哎，你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了解你，但是他就因为了解你才不想跟你一组。不是，我告诉你吧。我们三个人每人有三颗星，嗯，他们那边呢加在一起是六颗星。就是我觉得啊，别看我们这边少，如果能选我们这边的人，我认为他是这个。为什么？胆略的，他能力挽狂澜。胆略，带着我们照指定星比他们多，哎，就看你们有没有这能力和胆量。我俩加一起一百多岁了，三哥都开始卖老了。你看我们俩，我们这伙啊，两个年老有经验。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年轻的，比较聪明，特别聪明，最聪明就他。那个年轻的也四十多岁了，最大了。你这仨人加起都那都一百五了都。不是，咱们别争。就我刚才说那最对，谁有能力？就现在就你们仨随便一起上都行。如果你敢一个腿跟我摔跤的，来，你现在你上来，我上一个我让你倒一个。哎，这个狠呐，这广坤这绝对狠，谁敢？谁敢挑战？天马你先来。我不上。我怕他碰瓷儿。天马你先来，我的呢？啪，我就把你扔了。不能讹人。咱俩是得一人进一个队是吧？不能碰瓷。嗯，应该是吧，要不然两边队伍不一样人。咋办啊，导演？能分啊？我们俩是必须分开，还是我俩能进一个？好了，这样来推进一下吧，也别分了，扯半天呢。不是导演，你话太多。不是导演，我话多，我问一下，那你刚才那意思？哎，拿大辣椒来大辣椒，来大辣椒。不是，导演，给广坤一个机会。这个，你看我从来没帮过他啊。这顺脸顺脸，不是他撞归撞，嘴必须得堵啊。对，嘴堵上。你撞是撞，堵我嘴干什么？你撞是撞，嘴必须粘上。来吧，开始。别说话了，行，就这样。我全力支持他。哎呀，头发掉了。哎呦呦！来，三二一，开始。啥意思？
说起。哎呀呀呀！好，哎哎，站定了。哎呀呀呀呀！好，哎哎，站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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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怎么行？站定了，不行。啊！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咱们选一个吧。哎，小心胡子！哎呦，我天哪！没事，他那没事。这多疼啊！那个一彤跟那个树莲哥他们一对，行行行，王彤跟三哥他们一对，行行，好，我们就这样分了。那我们刚才的那一趴的存在的意义是，就是那是个闹剧，我们错了，好不好啊？没想到每次让大家那个这样分队都是这样的结果啊！耶，恭喜你们加入一员猛将。那对，加入一员猛将，树莲哥、娃哥和文松哥一组啊。耶。耶！哎，明天来这个。其实因为这样的，因为分组呢这件事情只是后面的环节啊，但其实今天是个人的比赛。个人的比赛吗？他永远都是先跟你分完队，一会儿就乱了。因为比拼本身跟你们还是有些关系的，因为你们自己之间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组内的一些商量什么的去完成一些事儿。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游戏基本规则是通过抽取金达莱花，只要凑齐五种不同颜色，今天我们不是说胜利者的问题，是直接拿金星，因为他们金星确实太少了。导演总看不下去了，看我们的金星拿太少。等会儿呢，当然在游戏里面还会有无色花，就是你们自己想涂颜色的，就是万能的。所以呢，其实今天获得金星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啊。然后呢，我们在那个桌上，你们看到啊，有那个磁铁片啊，抽到每一个它代表是不同的那个花瓣儿。就是刚才呢，力哥是获得了前一趴游戏的优势，所以呢，力哥等会儿是抽九张牌，其他人呢抽八张牌，抽九张牌。来，力哥先去抽你的那个牌啊，不要被别人看到了，抽了自己看了之后贴到那个墙上。我看一二三四五六，我就简单的抽一个吧。哎呀，我有特权吧，我拿凳子来，来给凳子。我也有啊，你要用也可以，一期一次，反正。把我凳子给我拿来。我告诉你，这一趴做完了，你下一趴就做不了了。我愿意啊。八个，九个。然后你贴到这上面。啊，我贴到我这边哈。哎，贴这边哈。哈哈哈哈哈！我去行不行？好，对，可以。好。他就一定要坐着。哎呀，他往上贴一下也得坐了，这特权没白用。死！哎呀妈，知道了。文松，拿出你烙饼那个状态，啪啪啪啪，对。坐着，对，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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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往那贴啊！完事儿，刚刚已经把初始的这个牌已经抽好了，然后接下来每个游戏环节、每个任务环节，获胜的那队可以全队抽另外一队的花的。我们是一对一的抽，还是我们可以逮着一个人抽啊？随便你都可以。我们接下来乘坐特色的交通工具，前往特色。我们接下来的马，前往我们接下来的场地，好吧？好，金马俱乐部，哇哦！特色交通工具啥？马还是牛？不骑马，我坚决不骑马。哎，他说骑特殊，能不能是一个人背着一个人走啊？不能，那不能。你想的美。哇，是那个吧？是他不？就是他，上吧。哎呀，这上这个车，哎呀，这车呀哈，哎呀呀，有表演，呀呀呀呀，哇哇哇，欢迎，哎呀呀呀呀，又爷欢迎，又爷欢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又爷欢迎，大爷好，你们好，欢迎你们，见到你们高兴啦，我们更高兴，我们更高兴，哎，我们更高兴，家爷亲。哦，家业琴，家业琴，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家业琴，对，家业琴，还有一个什么西什么琴，西琴呢、啊？西琴呢、啊？西琴不吃吗？真的叫什么西什么琴？今天还有腰果啊，炒腰果啊。你们是哪的？我们是沈阳的。
沈阳的。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哎呀，你看阿姨会唱。大街小巷，有人来人往，披上了节日的盛装。现在乘坐的是延吉非常有朝鲜族特色的当当车。当当车，当当车，是不是叮叮当当的开起来？对。同时呢，车上是有朝鲜族传统表演的。哦。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朝鲜族石调的非遗传承人石唱阿里郎唱团。啊！谢谢。为大家今天要带来我们传统的朝鲜族的歌唱的表演。大家多注意啊，还是惊叹俱乐部的传统啊，还是有活的这里啊。我们第一曲青春歌，青春歌啊，对对的，唱青春歌啊，哎。歌词你肯定没线索，听不懂。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线索了，让咱们刚才就是啥呢，注意他敲了多少下鼓。哎呦啊，完全没数。没有，他最后拿扇子指了你一下，唱的是文颂。文颂，大家看的都非常的认真。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啊，我会随机的提一些问题啊，答对的加一分啊，答错扣分啊。对，好，分数最多的可以获得一个这个无色花。哦，无色花，这就是会儿呗，会儿，对的啊，会儿啊啊！来，等会儿，文松，押题，我押吧，押题，可以押题吗？押题加三分，跟之前一样啊，押错扣一分，扣一分才。你先问一个，我看一看你的题型。我们刚才有一位阿姨用的是那个伽椰琴，是哪位？这位。刚才演奏伽椰琴的这位阿姨唱了几句？没唱，没唱。来来，等一下，云鹏哥，没唱。好，恭喜你，加一分。哎，没唱，哎哎，啊。好，我要问第二问题，还是有人押题？我们还有两道题，一共就三道题。啊，这么少啊？那赶紧押押，我想想啊。来，来，松哥押题啊。哪个阿姨身上的花是金达莱花？这个绝对对。来，走。扣一分。啊啊，扣一分。扣三分，押题。扣一分。扣一分。你看你一会儿的，哎，看你一会儿的，你说的一看扣三分，他好像不是跟你一会儿的。哎，再来，咱讲规则，就是阿姨，就是胸前这个花呀，都是什么花？来扣一分，扣两分了啊。哎呀，你呀、啊，你留你那点分吧。好，我要说题了啊，请问刚刚最先发出声音的那位阿姨手中的乐器是？哎呀，没站住。哦哦哦来来，击鼓这位阿姨，那她手中的乐器是腰鼓。腰鼓，腰鼓错了，鼓是对的，叫长鼓。好，算对算对。好，三哥加一分啊。哎呀，好，还有最后一道问题，押题押题。来，阿姨的扇子打开过吗？扣一分啊。来，我问，来要押题是吧？对，好。在这四位阿姨中，哪个阿姨穿的是不是女孩的衣服？扣一分。哎，完了，你没分了，你好不容易得一分，鹏哥。押对数给三分。对的。好。问，哪个是阿姨？你今天是松哥那天附体了吧？
反正我也不没分了，我就问。你现在负一分啊。啊，我压一道啊、哦。这三位阿姨同时唱的是几段？扣一分啊，里面有几个字接近了啊。阿姨这个字写下，这个是阿姨。那要不我问吧，我觉得你们猜不对的。问吧问吧问吧，猜不对啊？请问刚才阿姨们哪几个人一起开的口啊？来，这三位阿姨，这三位吗？确定吗？确定啊。好，恭喜你加一分。啊，那我刚才猜那个题猜的对呀、啊。你没有啊？怎么没有啊？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我说这个三阿姨一起唱了几句，唱了几句，万一说接近了，作用，那你不应该扣我那一分，你知道吗？不扣也是三哥获胜了。我跟你讲，你来我们队就对了。哎呀，三哥，等会儿记得贴到你的那个板上去，我替你保存。那画也可以被别人抽走吗？当然可以被抽走，对的。啊哦。京滩俱乐部用朝鲜族语，朝鲜族语怎么说？京滩古拉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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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哎呦，那个是不是京滩古拉布？京滩，京滩，京滩古拉布，京滩古拉布，到了喽。我们这里下车的地方叫做延吉市人民公园，这座公园始建于1907年，100多年了。每天在这聚集的有非常多的延吉的市民在这边跳民族的舞蹈。你们花20分钟时间去学习一下，学习完了之后下来，我们在这个花前面这个广场来完成任务。很开心，很开心的，谢谢，谢谢，健康快乐，健康快乐，健康快乐啊！祝你们高兴，嘿。走，20分钟肯定被我轻松拿下。你舞蹈厉害啊？不厉害，但是我脑子好。那就行。哎，云鹏，你应该会跳街舞啊？我感觉我不会。他那胳膊腿后接的，还跳啥舞？我都不协调四肢。Go， 咚咚咚。哎呦哎呦哎呦！帝哥为什么要你帽子？你地上凉帽能不能借我戴一戴？一会儿我还你啊！哇！哎呀，这个漂亮啊！哎呀，这大姑娘，刘大姑娘吗？那不刘婶儿，刘婶儿来了。哎，烫的很。你看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我是不是比你强点？我那会儿说，我说咱们一人戴一个那种帽子，就卡在上面，完一个遮的。他不行，他抢完还是晒头皮。搁哪整的？这是那女的啊，给你的，我借的。哎呀呀！哦呦天哪！哎呦，这不会，这好整，这不轻松拿下。那你学呗，这个。这和东北大秧歌没啥区别，这好整。这些阿姨也不像跳得很好的呀。哇哦！就这一个动作啊？谁知道啊？就是。哎，我问那阿姨，我说就这一个动作吗？那阿姨说谁知道？咱们是不是没找对啊？完了完了完了！这是大秧歌，这个不是，这不是嗨歌的吗？哎呀！甜甜欢迎。这学了个啥呀？我们应该单独找一个阿姨，单独教我们动作。阿姨，阿姨，你来，来，阿姨，您教几个动作。啊，这样朝鲜族舞蹈啊，这样啊。滴答啦滴答啦滴。
腿上有什么动作吗？啊，蹬一点是吧？啊。哦。OK 了，学会了。行，没事。其实这个是最能代表朝鲜族的。对对对对，我试试。套腿袜子上。那也太套不上了，套不上。哇，这是什么造型啊？哎，行了，好，哎，歪歪点，歪歪点，没事。好，好，哎，好，拿起脑袋来，把肩膀抱起来。我这是绝活。阿姨，阿姨，这里谁跳的最好啊？您，您教我吧。简单，这玩意儿不用学，就是心情，对，心情美，跳啥都美。这话对，我一概主张舞蹈就是。哎呀，你把这玩意儿给拿来了？不能拿来吗？可以拿呀，一会儿你可以跳啊。你不是你拿这个，你知道咋玩的吗？不知道，不知道你拿回来咋办呢？一会儿，你们看这样就很好看。哎呀，你这是放风筝呢？好像放风筝。哎，对，应该是这个。对，就是这种感觉的。好。哎，你赢了。哎，对对对对对。哒哒啦哒滴哒滴哒啦哒哒哒啦滴噔，就很拉风啊，这个很对。广坤肯定现在还在里边热舞，热舞呢。你一会儿看广坤下来，脑子得冒气。我给你，能哥在那儿呢。你看，哎，广坤冒着气回来了，看到没？我猜的咋样？看，啊？你真行！哇，他们都拿道具回来了。那必须的呀！我这道具行不？你这很像宫里面的。天王，你来给我看看，来啊，我看看，离我远点都，单独一个机位啊！你是小彩旗啊？你是？对，他是小彩旗。你快点给我个五色卡就完事儿。小彩旗。哎，
这谁卖肉你就往中间一站就完事儿了。你好像是那个赶苍蝇那个。完了缠上了。行啊，天王，你这赶苍蝇行啊。对，你们说你们的，我就搁这转。那个大家可以展示一下自己学到的独门舞姿啊。发现了。一影一影朝鲜族舞蹈呢跟东北大秧歌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你只要随心情跳就行。朝鲜族舞蹈就是那种，因为你就我看他们跳就是特别放松，就是啊，你别讲了，你比划比划，肯定来比划比划。朝鲜族舞蹈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举手，这种是最常见的，对不？哎，那步不对啊，他可不是这步，什么步啊？他的步是这个，噔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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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步，哎，咚哒咚哒咚哒噔哒，完了还这，噔噔噔噔噔，他是这么的，咚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哒咚咚哒。还有最大精髓就是嘿，哎，就喊那个嘿，必须得有。我都没学动作，但是我在网上看过一个，那小女孩那个是吧，特别可爱那个是吧，啊，阿巴那个。人家小女孩可爱，你这招人烦，你这啥玩意儿？看来大家都学的比较多动作，来，先来你们的任务卡吧啊。这怎么这活儿今儿归我了呢？你每次都很主动啊。嘉宾们需要利用刚刚学到的朝鲜族舞蹈动作，跟随现场音乐进行随机斗舞。斗舞过程中，现场将设置一台移动的照相机进行不定时拍照。未能出现整张脸的嘉宾将被直接淘汰，最终留到最后的嘉宾所在的组获胜。什么？那这相机在哪儿呢？这儿了。你们看到吗？这个相机看到没有？这儿给你打招呼，这个。知道了，知道了。他会动，我们得跟着画面走，是不？对对对对对，好了，是的，是的，好，明白了，简单简单。在什么范围内啊？就是不要过这条线。来，往后闪，来，不要过这条线啊！来，音乐。嘿，搁哪儿了？这谁能抢上啊？这呀？这谁也不能走啊！咱都没在里头啊！不对，不对。垃圾都垃圾，是咱俩在里的，哎，是咱俩在里的，咱俩。彤，啊，我害怕转过去。还不停啊！来倒计时。这是倒计时啊！啊！啊啊！在哪儿啊？好了，拍好了。什么？拍好了。来，我们来展示一下。哎呀，哎呀，哎，我进来了。哎，那你不是正脸？不是正脸。那不用，有脸就行。算，就我进来就行了。啊，我没有入侵，我让你往这边。哎，啊，简单简单。我们能分辨出来有四个人啊，一个是周云鹏，一个是杨树林，一个文松，一个王聪，就咱四个了，就我们四个留着。我们进决赛了。刚才晋级下一轮的可以在中间，然后没有晋级下一轮的在旁边啊。出去来，出去吧，歇会儿，是唠唠汗去。来，过来吧，咱上大树里吧，大树底下好乘凉啊。咱搁这儿吧。这树没叶子，哥。这儿。是不是有点远啊？没事，没有啥镜头。行，来吧，来准备，3、2、1，开始。你老拍手干啥呀？这得拍呀！嘿，挡一个是一个，你挡云鹏啊，咱俩一伙的。没事，鹏哥不着急，倒计时再节省体力。听不着。来，倒计时。哎，挡他。挡他。哈哈哈哈哈！我进来了。没有，那你进来，我也进来了。我露脸吗？
没有，只有汪聪获胜，汪聪获胜，汪聪获胜了。OK OK OK， 耶、yeah. ，Yes， 啥呀？那我，汪聪你干嘛这是？你这干啥？对不起哥，对不起哥。耶耶耶！好，刚才获胜的黄队现在获得一次可以抽取蓝队任何人的一次机会，没有，不是，咱都抽，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啊啊，我们就可一个人抽。行，那可谁吧？听云鹏的，随你心。让我得罪人是吗？你真气人呢。云鹏，云鹏，云鹏，咱还怕得罪他们吗？也不怕。他们在咱们面前是个什么呀？让他们抽吧，随便抽，咱就抽那谁一同的。别去，别抽一桶了。别抽他，别抽，抽那谁的？抽杨明的，抽杨明的，杨明抽杨明的，杨明的，行，对。我们抽树林哥的，我们四个一人抽。都抽树林哥的。对。啊？什么？我随便，我那我根本都没看，拿吧，抽吧。好，那你们拿吧。好，抽完了之后自己给镜头展示一下，就可以贴到自己的那个上面了。嗯。四个都没有我要的色。那我抽漏了。这孙子，我裤子，你这这。哎，哎呦，贴到咱们，贴到咱自个儿了。你就有十个了，你是不是凑成两朵花了？不能不能，它颜色没那么巧。好，我们的那个卡已经抽好了，接下来我们转场去人民公园的运动场。本节目由修护屏障滋润保湿的999修护身体乳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行业赞助播出。五谷营养好周到。哎，你俩多高啊？你俩呀？我1.67米，我也差不多。那我呢？1.8米。1.8米。哎呀，运动场到这儿来完了。哦，射箭，射箭，我强项啊！我也会，我也会。来吧，这回来，我给你们当靶子。这个可是真是杠的，头可是钢的。啊！导演，啊，我那个什么，小凳给我拿来。你看什么叫坚韧，什么叫智商啊？都跳完都累了，没凳子坐了。嗯，耍耍猴呢？你那破凳子还我能躺着？嘿，我们就坐地上不就完了吗？这个地很舒服啊，这个地。不允许，我得让他们站着。没有，你只有椅子的权利，你没有不允许别人。你不说我坐着他站着吗？你是坐着的呀。你非得找这个地方，你找个土地的时候你坐的。哎呀妈呀！那我不白要凳子了吗？服装哎，把那女孩那小凉帽给我接了，快点儿的。来，我们来说一下，脑袋疼了。在朝鲜族有一项非常历史悠久的，不是传统游戏，那黑的凉帽。你能不能听导演说话？你干啥呢？哎，我们那个朝鲜，是你戴口罩这个，快点。对。借我，你呀、啊、就借人戴一女孩子的帽子，你真是白戴的。孩子，记住这帽不要了啊！你要再要我，你就别要了这帽。他戴完以后，完了。来呀，在那个朝鲜族，要我给你。在朝鲜族，哎，朝鲜族有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传统游戏，就是射箭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专业的人士，延吉市官德传统宫文化俱乐部教练金雄浩，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哎呀，你好啊！哎，你好，你好，教练好，教练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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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教练，来给你坐一会儿。各位老师好。哎，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啊。教练可以展示一下，大家确定坐在那儿是吗？展示一下，人家要展示了还不起来？快起来吧！
这都百步穿杨啊，我坐那还有好，我姓杨啊。朝鲜族传统功啊，站位是这样的哈，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左胸面向靶子，左手呢前推泰山，右手拿剑，这不有三个羽毛颜色不一样的朝外边啊，就一个大拇指过来，其他四个呢在外边，手背呢跟天平行的啊，这么一样的。你射一下我看看，脱靶不？哎呀妈！你差点就脱靶了，不是？差点把我们机器射着，他奔机器使的。看看啊，啊，你瞄的时候是我们那机器是吧？对，他说了，对。哦，因为他没有瞄准器，用自己不断的训练来矫正，对，然后呢就正心正己啊，这么个情况。我现在有，那就一位一位来试一下吧，体验一下吧。来，我试一下。但我是左撇子，行不行？可以。啥叫懒子？你左撇我都懂，啥叫懒子？左撇子就得还左撇懒子。我给来个。哎，不对，这放上面，放上面。我搁这。不算，必须得学他们那个。不，没事，这射出就行呗。哎呦，拉太满了。你别晃啊，你这。啥呀？脱靶了，来，你这叫脱靶。你看咱，记住，拿着就得利索，咔咔咔，往那一打，看到没有？哎，这边冲那边。我知道。哎呀妈，这嘎整的一点都不利索，你这个。他整完我全忘了，老师讲的我们也忘了。对呀、啊。哎，可以，有了。哎，漂亮，可以，三哥这可以。哎呀，是扣这个上吗？对，不是，握着一起。哎，啊，这么的。哎，对。哦，对，这样吗？对。哎呀，那手腕嘚瑟的。哎呀！刚才老师没教你吗？你记住哈，为什么要把这个弓？那是都必须得夹里头，必须放上面。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你目前感觉它是朝下的，但是你拉满了以后，你看，哎，它就正了，看到没？来射出去，胸对着那个点儿，然后拉满。来，哎，来吧，拉满。比剑，谁能有我剑？出手，走。走，刺激！来，我试一把。啊，完了！再拉！拉！高！好，射！啊，哦，差不多。哎，使劲不行，力度不够。拉，往上挑一下，对，射。哎呀，厉害呀！你非得要往上挑，要正中靶心。哎，对呀，我刚刚瞄的就是正中靶心啊。拉。哇！为什么？我反正那个射箭水平大家都看到了，都挺好的啊。接下来来领一下你们的任务卡吧。去，我去啊！你看你还得起来你。你起来，干嘛？起来！我不起来，坐你腿上来。来，你坐。每轮游戏有3分钟啊！每轮游戏开始前呢，两组各派出一个代表，身穿印有靶心的战战服，背靠背，手挽手。两组其余的3名嘉宾按排队顺序依次向自己队友身上进行投球接力，每人每次可拿4个球。每次投球完毕的队员都需与下一位队员完成击掌，下一位队员方可继续投球，以此类推。
游戏沾到的球总数更多的一队获胜。不是跟射箭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没有，刚才看一下你们准头准不准啊？那不一样，那怎么能一样呢？第一组派出谁？第一组我们派田娃，他们派广坤。谁说我去了呀？导演是必须重靶心还是身上都算？没有，只要在身上就可以啊。啊，必须在靶心吧？有一个算一个，没有拉倒。对，那行，好了，这家难度可以的。他一会儿一变他，你别叫你叫李变吧。来，田娃穿衣服啊，三哥快。哎呦我跟他整完我第二天我这膀都得疼。快来吧，你谁能上？你这现在仗着我。三二一开始。哎呀厉害啊。哎呀厉害厉害。哎厉害厉害厉害。哎行，三哥再转点。好来。哎呀这不行啊。哎呀广坤呐、啊、你上哪去了你啊。天王你得甩他呀，你得甩他呀。哎小心小心。哎小心小心。来起来，等一下停一下吧，停一下停一下，暂停一下。有没有事儿三哥？我没事啊。好，来，那粘在那个弄上。哎呀妈！来，开始。好，厉害啊，妹妹啊！哎呦，你瞄上，瞄点，瞄一瞄好不好啊？瞄，瞄了哥。哎呀！好，厉害啊，妹妹啊！广坤，哎，那不行啊。你过来，不是，咱快点！直接四个一起撇，这样多。啥呀？一个没听到。三十秒，三十秒了，快快快，快点的，快点的，快快快，扔完就回来，三十秒了，立刻。快点的，快点的，快快快，扔完。对对对，一个一个弄。十九八七六五三二一，来，不要动了，两个拉开，来，导演组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十个。太坏了，你这个忘记，他给拿了好几个，他给拿了好多了，对。那也赢了你们。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啊！好，我尽力了。恭喜黄队又获得这一轮的胜利。好、啊，恭喜啊！厉害厉害厉害！三哥厉害，三哥厉害！抽树林，还抽人？指定抽我了，他没跑。不抽他，这样能一下坏俩。咱们为了节目效果，不抽树林了。黄队可以抽取蓝队任意人的卡牌了啊！黄队，再来，咱走吧，咱害谁了？咱再换一个吧，换一个，不是你们缺啥色儿？缺什么色儿？缺绿的。你缺绿的啊？你信我的，他这里有绿的。咱抽一个，谁有绿的给谁呗？咱可以看一下，谁没有绿缺红的？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哎，我那个提供你们一下，你们缺什么颜色？缺对，抽到了。抽完了都。抽到了。你们肯定缺我那颜色，我那里面那颜色都一个色儿。咱们哎，哎，这把我给抽了。你信我的，他这里有绿的。咱抽一个，谁有绿的给谁呗。这些树林啊，你现在就可以淘汰了，都不用玩了。往后玩它干啥呀？回见啊！感谢各位老师这一段时间的支持啊！谢谢啊，谢谢导演组，谢谢服装组，谢谢美术组，谢谢摄影组啊！我匀给你俩，再见了啊！我匀给你俩，你先别，你还有反转呢，还有反转，有啥反转？没有反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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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的光荣榜合个影，耶！
好，我们接下来转场，再乘坐你们的当当车前往下一个场地，好吧？好，来喊出我们的口号：惊叹俱乐部，惊叹！一、二、三，惊叹俱乐部！哇，来，重来，预备，三、二、一，惊叹俱乐部！三、二、四，来，一、二、三，开始！惊叹俱乐部！哇，哎，来，三、二，走吧，走啦，走啦。下午好，你们吃饭了吗？吃饭了吗？吃饭了，吃了。你们好，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那个延吉的特色的这个交通方式——当当车啊。嗯，接下来阿姨给大家演奏一曲《桔梗谣》啊，《桔梗谣》啊，是不是还完事一会儿还有问题对吧？当然，你们观察嘛。啊，观察。哎，敲三下鼓啊，敲三下啊，三下啊，把人修一下鼓，修鼓修了三下啊，紧一下绳，嗯。阿姨可以下车了，哎，啊，结束了，走了。对，阿姨可以下车了。完了，折腾一番，刚才演的啥全忘了。要押题吗？押。好，我押题啊，就是刚才呀、啊，那几个阿姨是谁先走的？举了几回手，还有呢，是谁和谁举的手？举了几回？我觉得你基本上能够把握到编剧出的游戏了，但是确实不是啊。来吧，问吧。哎，我押题。第一个下车的是哪个阿姨？我刚说完，你他不能出这。阿姨们回来再表演一下吧，再表演。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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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上来，这是环节，来上来了，上来。啥？刚才虚晃一枪。又来了。又来了。哦，那还真有可能是问是谁先下去的，对吧？答对了。不是，都没答对。来，哪里啊？哪里啊？来来来来来。好，我们现在来说这一轮的规则啊。现在阿姨们和刚才他们上车前有什么不同？等我把题讲完好吗？答案不止一个，每答对一个积一分，答错我扣一分、啊、好，最后积分谁高谁得到这个万能的卡片啊。三二一开始。哎，这第一啊，哎，这第一个，第一个，这第一，我第一啊，我第一，一同，我们啊，是，哎呀，轮到我了，三个点啊、哦，三个，只能一个一个说，说了之后再抢啊，这位阿姨的，就说扇子就行，扇子换了，换过了，好，一同加一分啊，我再来三二一啊，三二一，哎，我第一，好，那个云鹏哥比你前，就来看回放，来，我不啥眼神，必须看回放。这个现场我说了算啊！来，云鹏哥，来，云鹏哥说，怎么能你说了算呢？那个第一个阿姨的那个花，以前是金大来花，现在变成这个花了。错，对，错，必须对。好，正确，云鹏哥加一分。来，我们继续抢答。给我俩闹。三二一，我还是我。娃哥，簪子，簪子正确。三二一，哎，我说我了吧？你们都给我说完了。我看看啊，不行，你得重举了，那就。哎，还在告诉的吗？那我们一伙儿的愿意告诉。来快，那个来弹古筝的阿姨戒指换了。弹啥？哎，等会儿别动，弹什么？戒指换了。弹的是什么？
我不管。谈的你那不行，谈你脑瓜崩，你给我坐下。过了，你说的越界不对。加爷情，加爷情，正确，加一分。来，准备，三二一，哎哎，来，就是我吧？是文松，什么来的？什么来的？你看你过来，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怎么不知道啊？还都举手这玩意儿？来，听我的啊，鼓上面那个蛋没了。对，正确，加一分。对对对对对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来。继续还有啊，还有三二一，开始，云鹏哥，完了，错了，他不套了，完了，得扣一分。这位阿姨，那个嘴底那个痦子点的，扣一分，扣一分啊，扣一分。刚才那没有啊？有，三二一，云鹏哥，这个阿姨这个前面这个飘带，那你原来就有，错了，扣分吧。好，来，云鹏哥扣一分。三二一，云梦哥来。第三位阿姨啊，她那个以前那个眼毛是，眼毛，眼毛有，假眼毛摘去了，对不对？错，来扣一分。二三二一，来给力哥一个机会，力哥都取这么久了。力哥，完了，没，这回轮到你了，答不上了。就观察能力，我告诉你们啊，你爱谁谁，哎呀，爱谁谁了，爱谁谁，爱谁谁，你们全看着这表面上的变化，内在的变化你们一点没有，是不是？要扣分了。他把这扇子打开了，这么晃了两下，你就白打那题，白给拉倒，人家啥钱没打开扇子？错，来扣一分。我给大家提示提示吧，啊，往大了想。还有人抢答吗？三二，咱现在不用答的时候，哎，田娃，咱不用答了，让他可劲扣就完了。他们俩换位置了，这没有没有没有，那可没有。这个惊叹俱乐部换大的了。哎呀，那没动，往大了想起来。没有没有。哦，哎，这个衣服换了。来，云鹏哥扣一分，来坐。我知道了，歌换了。正确。对，咱我们赢了吧？我们答得多，我们答得多，扣的也多呀。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结果啊。嗯，只有一位是正分。文松哥来，树林告诉我一道，天娃告诉我一道，哎，这盘啊，这两道，这盘我留着，你留吧，对我来讲一点用没有，我那一个颜色都没了。